如果我的国家需要我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如果这个国家还不够好，那我们就应该一起来让它更好。台湾需要忠诚的在野党的政治路线。所谓的忠诚是对国家忠诚，而所谓的在野是理性的监督批判。而我相信，过去四年多以来，我在台北市议会问政的表现，足以证明社会民主党的苗博雅就是忠诚在野党的最佳实践者。所以在此拜托大安区的选民，恳请你们准许苗博雅前进国会。中国国民党提名了罗志强成为他们大安区的立委参选人。罗志强曾经高票当选大安文山的市议员，但是他为了自己要追逐更高的权力，连一届都没有做完就跑到桃园去选市长，而在桃园选不到市长，得不到他要的位置，才又再次回到大安区来取暖。